做个胸二面滑烫又躲难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为了杜绝王浩奇吃路边摊，衍生了很多摆摊新技能。所以他说过几天学校秋游，要吃公园里的棉花糖，让我有本事。棉花糖机买了，我誓与他的路边摊磕到底。这玩意儿不就是卷吗？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第一次难免有点手生。怎么往外飘啊？这一点都不听话。第一次。转成一个这的个性，但吃还是可以的。为了防止乱飞，得武装一下。这次我要认真了啊！结果我不管，熟能生巧，已经能卷。的时候，不过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我都快成熊二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哎，你觉得像谁？四不像，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胃口。别说，拿着棉花糖去秋游，还真挺应景的。下次给我做个可爱的猪猪啊！要不你还是换一个吧。如何让你家孩子实现薯片自由？哎妈，今天还有薯片吗？啊，你猜，那就是没有呗。你可千万别去做啊！每次你去做都耗大半天时间，我去超市买都用不了半小时。又想买，等我半小时。这秋天啊，就是果实丰收的季节。王浩奇，你半小时的薯片好了。这么快？这么短时间做这么多啊？为儿子摆个摊是怎样的体验？应该快来了。哎，看到他了。小伙儿，来个糖糕吗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天晚上怎么吃这么少？爸想在路边买了个炸糖糕，又吃路边摊儿。哦，他说简直是人间美味。那不我小时候经常吃的吗？我会做呀。路边吃的多香啊！行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这个呀，家里有。
小伙儿，来个糖糕吗？他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要吃糖糕吗？我给你摆个摊啊。嗯，来来，快炸。多长时间才能好啊？几分钟，很快。来来来来。哦，快！好脆啊！你要吃几个？吃到你收摊。哎妈，要不你明天到我们学校门口去摆摊去吧，我让我们全班同学去给你捧场。